第十七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每天早课诵大悲咒、心经、十大愿王以及观音圣号，晚课在一静中课诵来做，每日诵七部弥陀经，佛号定数三千，听华严经一二篇。请问这样算不算夹杂？将来能不能往生？”有一点夹杂，可以完成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这些课程的时候呢，通通是有连带关系，并没有相悖，这个就可以，如果跟净宗法门是相违背的，那个就有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它让你生疑惑。破坏你的信心，这就不能往生。那么像这些，它都能有联系的，这个就可以。那华严是古大德呢，也把它算是净土宗的大无量寿经。那么。大德们他们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那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那我们现在学了这么久啊，确确实实肯定这个看法说法了是正确的。